哦，今日同小朋友過嚟嘅，咁同埋都知道安安離開咗，咁頭先都特登同小朋友講一講咯。安安係香港海洋公園其中一隻，即係陪伴咗香港人好耐嘅熊貓啦，所以我哋都好懷念佢咯。如果有啲咩回憶嘅話咧，其實有，因為安佢食嘢咧，第一佢係用左手食啦。第二佢食嘢啦，食嘢嘅話咧，佢係會兩隻耳仔會喐下喐下咁樣，好得意啦。我話咧多謝你 for everything， 跟住之後我話我 wish 你去 heaven 啊 ，rest in peace。因為佢咧就同我哋一齊好耐咯，咁過得好唔開心，因為我喺新聞見到話好多人都好中意佢，但係有啲公公婆婆都好識佢，跟住之後，但係今日佢就走咗去咯，可能佢哋就唔開心咯。